可爱。就是你，哎，不过你们都不要给我嚣张哦，我今天的嘉宾是超级可爱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iko。那么今天呢，在我的节目里，我将会跟大家介绍一下男同志圈的雄性宝藏哦。觉得这个很害羞啊。交的
漂亮，很漂亮。哦，就很弄得很高的美女。但是我的人先。不服要是大胸的。他小胸。就正常一百没有一包。哦，好吧。所以把我以前交的三位女朋友都是长发，都是长发啊那种。美美的。对，斯斯文文的那种。就是你一开始好像接触男生了过后，你会不会觉得有吓到自己？对，有吓到。那一阵子我就跟我自己说，为什么？我那是 best friend。嗯。但是。我很忙，那时科技没那么发达，就觉得为什么对，就和我微博都有反应。嗯，好有画面哦，有画面吗？有一点，所以我就跟他聊，所以我就跟他聊，我去看女同志的店，对，但我看到那个 TV， 我就完全没感觉。你就看到那种长发的，对我看到反而相反，对我，但没有很激烈的感觉，但是还蛮美的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哦，但是我也会刻意去尝试，因为我。不想因为他尝试而去跟他干嘛干嘛，去伤害到对方。哎呦，这个值得掌声一下。我觉得如果刚好遇到他，就觉得合得来的聊的。那我像我现在我也很多那边的朋友，我也很多同事的朋友，那我就没有分，就掺在一起，如果聊得来舒服，就好。这只你一开始 date 的是女生还是男生？女生。哦。那比方我入圈，我还有一个三个月多的恋情。哦。跟女生，三十多岁一个男。我不讨厌你儿子呢，然后就说，然后就说开始去健身，不要那么瘦之类的。
的，然后开始慢慢慢慢，但我也没有去写字那些太瘦的，因为我没有办法的。我其实我理解你在讲什么啦，因为你是过来人，你经历过那一段时期被歧视的时期，就因为你的外形。那你呢？你有没有遇到什么？我其实没有什么，其实我从以前就是刚刚有说很多同学会讲你的坏话。什么 ？Why？ 想知道。OK， 讲出来了，你讲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也是很残忍的，我们也是就是虽然是被歧视的一种，但是还是会互相歧视。嗯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我不知道啊，就我说我刚入学一年多吧，但是我觉得。交的比较多的是我的仇人啊，真的。好了，变好朋友吗？没有，之前还会有一帮朋友，真的很好的一群朋友。然后因为之前是水的班，然后之后就慢慢比较皮，比较入学的时候就慢慢变。排斥你啊？很明显的排斥还是怎样？就以前可能还可以沟通，然后这三次到我入学的时候，可能就怕，就主动的在。有没有？要求贵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不想讲。
就在唠叨，刚刚讲到他们的痛楚了，我觉得。好了，既然是讲到这里了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要传达出去的？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那个状况下，你会比较狠，但是之后你回想起，就可能你会释怀，而且过久了你会释怀，而且你们也坚强的走过来了。对，而且，不好意思啊，觉得只是不要因为知道哦，你有跟男的干嘛干嘛过，然后就用另外一个名字来看，对，只要这个点没有了，就还就很好，只是这个点是一般我自己还不能接受，是，因为他们一直会有一种误会，那你是不是认可？我跟你讲，好像是很多直男，他好像以为哦，你们直男啊，不要以为 gay 就是看到你就会吃掉你这样，他们有选择权好吗？我觉得他们是怕你们迷奸他们，是不是？你们是这样吗？拜托，你们直男哦，也是有自己的选择权啊，你们也会拒绝吧？你们几岁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人家喜欢你的话，那就讲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喜欢女生，这样不就好了，对吗？毕竟我的工作关系，我会接触到非常多人，有些当他们知道过，他们不介意的，就没关系，就会继续来找我。那有什么对哦？会影响到工作？这个真的是有些顾客他们就知道哎。是什么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话，我们会互动到，他们觉得觉得好像我在抽他水什么之类的，完全就是没有，因为他怕他会被你干嘛干嘛侵略啊，这种是其中一种。但是我也是照顾服务完他，那很明显他就不在了，让他知道我。没想到会这样子，原来连工作也会影响，我以为只是交朋友方面吧。我就还是那一句吧，我就觉得就是不理解我们。不要排斥吧，因为我们也不会对你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，我们也不会改变你们，我们也不会去说服你们，就是各自安好吧。有了，可能他们的老婆会被你们吸引过去，就像我很喜欢这样。对啊，就疯狂的老婆。很小心哦。我觉得你带好多些小兵。好啦，不过也真的是谢谢你们今天上我的节目，愿意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去公开谈论你们的私事。就主要我们还是让。是的人勇敢的面对自己，也勇敢的面对社会，然后对那些支持我们的人，我们也非常感谢你们的。对那些还不理解我们的人，谢谢啊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。那subscribe对，因为我们的节目呢，你每一集你将会更加了解同志朋友，不管是什么什么 LGBTQIA 都有，哇，好难找到 QIA。最后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？不要再拍照片。靠在妈妈身上了哟，好大的孩子，靠奇怪了，Oh my god！ 好啦，谢谢你们介绍我的节目，谢谢丽莎，谢谢东海，希望你们能够阅读书，大家不要带着黑色眼光看着他们 ，OK？ 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多多分享与点赞，也别忘了要订阅以及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哦。这里也有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，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到无法自拔，或者是讨厌我到不行，那就赶快来 follow 我吧。